讲中文啊。是什么样的东西让声音有点小声？探索认知以外的世界，面对未知领域。面对未知的领域，我们小时候懂得质疑周遭的一切。你们会觉得有点尴尬？中配就渐渐不再对世界感到惊奇。有些人不会，像那些探险家就是真理的追求者。先行者的这一些行为，声音有点小声哦。人类的未来。等下来调整一下好了，现在好像不能调。先行者，超级正妹。其他人都不行了。其他人都不行了。失落之城就在那里。这下子我们有得爬了。胡子黑人哥，回头的，永远不回头。我知道，你应该跟他们待在这里。门都没有，门都没有。突然，这个中配是很有亲切感啊，是这样没错啦，但是希望可以再加强一点。哦，我好像还记得这一段哦，已经有点久没碰了。约拿，快来看看这里的风景，罗拉！闭嘴，男人。哦，谢谢了。高山峰，你看那边，这真壮观。但那些山上掉下来的雪不是好现象啊，不然会是好现象啊。闭嘴，我要调一下声音。你们觉得声音 OK 吗？按错了，音量的部分，两个，耶，这个可以。这剧情跟电影有关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电影呢，所以我不晓得。小路通往山上，小路通往山上，整座山谷的美景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稍微走慢点。戴玉婷，戴玉婷，我知道啊，好像有这个人吧，有印象。干嘛？你是他哥还是他弟？就算我们在上面什么也没找到，你爸也会觉得很骄傲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有好的预感。好嘞嘞，哇！哦呦呀！糟糕！这特效画质稍微失去重心。我记得以前玩他早期的版本，画质一直都是很一流的。啊！别！啊！我要自己 QTE 哦 ！My God！ 真的好险！罗拉，你还好吗？罗拉，你还好吗？太危险了，我可以爬回去。确定吗？不确定。干！我的超声小。啊！为什么我会撤跳啊？干，笑死！八七乱跳。那是你的本帐哦。哦，了解。你留在原地。那我要怎么爬这个啊？这个按下E可以勾住。我们来看一下罗拉的屁屁。可以。这是我老婆啊，我预定好了，别跟我抢啊。My wife， 谁都不可以抢走她。哦，这边我还记得，干，为什么？喂、哦，我没死哎、欸！哇，我超强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为什么掉下来了？记得还摔？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他突然松手了呢？剧本不是这样演的，不是吗？我记得剧本是我很顺利的跳过去啊。好了，闭嘴啊！好了，抓住我的手。Give me my hand！ 啊！抓到了。Hand 不是头吗？我为什么讲头？罗拉，
我的心脏都快停了。我是讲我前面车头灯的头。是啊，走吧。跳过去有没有车头灯？用手去抓车头灯，完全变十八禁了嘛？来获得经验值。看起来我们得想办法通过才行。我觉得，如果现在这个游戏里面有贝尔出现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就得救了哦，不用想办法，全部靠贝尔就好了。还不错嘛，如果天气突然变差，我们还可以躲在这个洞穴里面。哦，画质真的很棒。我记得一年前，一年多前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的显示卡是970还980，现在换1080 Ti 真的是开高画质，根本是完全没有lag欸，以前会lag，现在不会了。啊，时代在改变了，时代在走，1080 Ti 要有啊，有换就是不一样。希望圣三一还没有接住线灯。圣三一越来越接近了，我们最多剩下几个小时，时间应该还够。我们快到山顶了。我记得这一代罗拉好像是要去找他爸爸曾经在找的古物吧，然后圣三一好像也是要跟他们抢这个东西的样子，我没记错的话啦。你觉得呢？我们很接近了，约拿，我可以感觉到这是最后的一段路了。好吧，约拿领便当。上面有什么？剧本拿错了，秘境探险。预测等等还会摔？不会吧？这边要跳过去应该是不会吧？拜托，我是谁啊？摔什么东西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只要那个约拿不要掉下去，我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那个雷。啊，不然你以为掉下来的吗？你掉下来的铜板是不是？当然是冰块啊！消失！哇！哦，糟糕！好险啊！他刚刚讲说，哇哦，这里有好多掉下来的冰块，你哪只眼睛没有看到这里特别多冰块啊？你在睁眼说瞎话吗，约拿？约拿大哥，你是眼瞎了吗？这里这么多冰，你说哇哦，这里好多掉落的冰块，你搞真笑哎！你可以再，你可以再装的无知一点，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瀑布，瀑布，约拿，抓我！糟糕，我会稳住，你能跳得过去吗？我可以。通常讲会稳住的那一种都是雷队友，好不好？就跟娜娜喵一样。哇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不觉得我跳得过去。那你就把绳子剪断啊！我把绳子固定好，让你抓。好的。我让绳子松点。雷队友，罗拉，快结束了，你可以的。哦，有了，进入动画。哦，我要做什么？呜！我这一等跳跃力，我就可以拿来参加 NBA 的啊！跳那么高。这怎么可能跳得起来啊？勾住再往上跳。我们成功了，我看到遗迹了。这是需要多大的肾上腺素、肾上腺激素才可以这么跳那么高的啊？啊！哦！该死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哦，感觉痛。你听得见吗？有，我听见我阿公在叫我。我会拉你上来的。哇，就是我雷了。那里，在那里，快把我荡到另一边去。好吧，开始了。我荡，我荡。我不要，我就是要慢一点，训练你的肌耐力。呜、啊！他掉下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你闭嘴，等我。有了，就是现在。Yeah。还好平常没有吃太多，加50经验值。
哇哇哇！我该死！快点，快走！别拿回去，去避难处。山崩啦！约拿嘞？约拿要被抛弃了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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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危险哦！哇！往下流了，往下流了。哇哦！感觉在看电影有没有？看电影。哦哦啊啊啊！还累格，我还累格。哎，看，干！大大，你要我跑也提示一下嘛。跑也不收一声的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爷妈耶！差一点掉下去，差点就入魂了，差点就入坛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哇！呜！哇！这就是你知道吗？懒得把衣服脱下来洗，然后都把自己丢到洗衣机里面的那种画面，有没有？在里面一直转。啊，会不会有人就是懒得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洗，然后自己跳到洗衣机里面洗啊？就跟着刚刚画面一模一样。两个星期前。欸、我会有点卡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感觉。人类是相当脆弱的生物，生命总是无情的稍纵即逝。稍纵即逝。我们会变老，会衰退，死亡。到了最后，我们将留下骨骸，尘埃。那我们的灵魂呢？我记得这好像是他老爸的录音带的样子。我记得好像是。我相信他会。许多神话和传说的核心就存在着某种真理，它并不是科学的真理，而是某种更深奥的东西，某种能解开永生之谜的关键。永生之谜。我可能已经找到下一条线索了，但是。我不是唯一在寻找的人，有人跟踪我，观察我的一举一动。剩三一，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剩下三十一，剩下三十一元。古老又凶残的教派，而且他们企图要掌控所有人类的未来。哇，这么屌，邪教徒。必须谨慎的行动，绝对不能连累到我的家人。如果因为我的疏忽而连累到罗拉或安娜，超级邪教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罗拉与安娜哦，原来刚刚不是我，是我。刚刚那个人是谁？没关系啊，中文版就把它当搞笑在听就好了。人跑掉了，然后就在后面。一个转身，噔！恐怖片都这样演，有没有？已经被入侵了。哦天哪，我很抱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八卦新闻看到你又被乱写一通，
我想你可能需要陪伴。一派胡言，有人跟踪你吗？跟台湾记者一样啊，一派胡言啊。当然没有，发生什么事？那安娜眼睛怎么充满血丝啊？她是多久没睡觉了？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先知的传说是真的，我爸没说错。罗拉，你看眼睛，她眼白是红色的，并不好。不，他原本就快找到是伟大的发现，那个不死灵魂的具体证据。我曾经爱过理查，当初如果他求婚，我会答应。理查是他爸吗？他是身心憔悴的人，我不想看到你变得跟他一样。好了，但是安娜，他爸是对的，其他人才是错的。古墓在叙利亚，叙利亚？天哪，罗拉，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好好安顿下来，回家去吧。你明知道我不能回去，但这份执着毁了你的父亲。我看到了某个东西，那是一个我无法解释的东西。看到模型啊，你算明白我爸的经历了。看到鬼啊！这都是骗小孩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不要再这样陷下去了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这是目前我唯一有意义的事。我要去寻找先知的古墓，安娜。先知的古墓在叙利亚。不是玩过了吗？啊，我重玩啊，因为我还没有把它玩过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开往战区。驾驶，你确定要过去吗？很接近了，在前面的峡谷。我总觉得有一些配音员都重复啊。是在浪费时间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继续开吧，拜托。反正你付钱。反正你付钱。反正你付钱。有点蹊跷。那个只是领兵而已。拜拜，我觉得你要领便当了。你是不是告诉别人了？他们出手比你大方。他们出手比你大方。对啊对啊，你也被扫射致死啊！他们不敢攻击我们的。快带我们离开这里！八七。挂掉了。声音没问题，就是嘴型。没办法啊，你要配到他嘴型，怎么可能啊？因为他全部都是英语的方式的嘴型，你要用中文去对嘴型，有点难啊。哇哇哇哇哇！又来又来了又来了！嗯，哦，感觉痛。啊，这个屁股可以。回不去了，一定能找到什么。失落古墓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现在？有没有人现在身心俱疲的？我们这边有很良好的一个方案可以提供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，各位？有没有得到治愈了？有没有觉得心灵获得了救赎？我们下次找一个更好一点的角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有点，这个蛮行，这蛮行的，这蛮行的。你们身心俱疲吗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处方签，叫做身心灵控制、身心灵治疗。哦，你们盯着这个萤幕大概看个一个小时，你们应该就差不多痊愈了、啊，好不好？但是没办法，碍于我们实况必须要前进哦。哦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适时的。我觉得我又可以再多个十分钟了。
我就要关台休息一下15分钟，我们待会再回来好不好？我觉得我需要15分钟的扣打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之后换套衣服，不知道会不会效果更好。哦，对哦，这个我有买他的扩展包，我们可以到时候来弄一下他的服装哈，改变一下他的造型。有提到这个爸爸的研究里，据说藏匿在某座失落之城上方的峭壁间，传说先知被埋葬在某个绿洲。传说在某个绿洲。先知往上跳，有有有，哦呦，这个失败就变成净土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一抓没有抓到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有东西，就直接结局了。这真的是那个地方吗？探索古墓喽。东找找西找找，哦，还会自己拿棒棒出来啊！平常我的小伙伴，除了有夜视功能之外呢，啊，陪我度过孤独的每一个夜晚。这是某种记号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解读。但这个字，啊，先知。就是这个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好，爸爸是对的，大哥是对的。哟，一个突然的切换，把我吓一跳。哦，先知中毒哦！啊，中毒了，不是。还我清纯的罗拉可以吗？好像只有 PC 可以这样管。你有没有看过跳 popping 鬼步？有没有？嘻哈，古墓有嘻哈。嗯，怎么不能玩了？要找到那个角度真有点难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他怎么用调查？嗯，看起来是某种地图，但我没办法读清上面的文字。好，不读书嘛？你看，你看，再不读书没关系，跟老头一样。他在这里出现，施展神机来治愈民众。神机？爸爸的笔记有提到这个，是那个先知正在与异国军队谈话。他说服他们放下武器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先知好像耶稣哦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耶稣吗？前有罗拉，后有嘻哈，太赞了！我该可以读了吧？嗯，看起来还是不行。地图。但我没办法。我记得读这个语言呢、啊，好像要透过各种的追随者穿越沙漠，好像要得到什么东西，学习这个翻译之后，才可以去回头去读这个东西啊。哦，有了，刚讲完，翻译等级一，好，我们可以读了。我们认为他能活下来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康斯坦丁想在日落前到达古墓，他们也在找这个古墓。圣三一一定要比他们先找到。嗯，我的希腊语有点生疏。希腊语啊，但这些线索似乎指向某个被藏起来的东西。玩家指标，利用玩家指标标记地图上的物品。玩家指标会在使用就这么了吧了吧了吧。这个吗？这是我，这是指标，哪个才是我啦？这是我，指标在这里。那这是什么？哦，钱币的藏匿处。然后我要怎么去标记这个鬼东西啊？花书点点没有屁用，壁画。
在附近，我会把地点记录下来。又在附近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找到了！哎，真的还找到了、欸，还有一幅画没有读到吗？这个是不是？这些是君士坦丁堡先知的神迹。神迹？他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。《阴司录》第三季第五集，听说你叫耶稣，我还有想到那个很强的耶稣。想到这个《阴司录》啊，第四季要出了、啊，好像是八月份的时候吧。我们的克莱又要展开冒险了，跟他的那个什么小 J 阿杰 AJ， 好，踏上旅程。有个秘密通道。哇，好亮哦！哦，听说会来陪主角冒险哦，很好啊。长官，要是爸爸能看到这个的话，哦，按 Q 可以直接这样看哦，不错。哦、按两下，我觉得我要一直不断的摔死哎、欸，我有感觉，我会狂摔。呜！糟糕，他们已经到了，要想办法进去。想办法进去。哦、oh! ，Nope！ 呜！哦，你过分！还好我机智，啊，我真的超机智的，啊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干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超机智啊，机智到摔死啊！NGNG， 你怪这怎么跳啊？刚不是这样跳的吗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不会往上是不是？罗拉只会侧跳吗？罗拉振作一点好不好？我忘记老头，你有没有玩过《秘境探险》系列？有啊，玩过啊，但是四代没玩啊。那款四代。圣三一教派持续追捕着先知以及他的信徒。四代我到现在还没拆封过哎、欸。终于在隐秘的绿洲追上了他们，一个都没拆封。有个通道。有个通道哦，我记得这地方有陷阱哦，我还记得。啊死！有没有人有没有人需要身心灵的救赎啊？身心俱疲的人有没有？摸乳像，是时候了。这样这游戏没办法让我专心玩，你知道吗？太邪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。他现在是看起来身体这么的脏乱，他的头发却非常的，他的头发保养得很好哎、欸，他那个头发是假的吧？保养的这么屌、喔，不灵不灵的，拿一堆蝎子 ，F 脚哦，可以踹，哦来了。先知古墓，探索古墓通道。这里曾有一场战斗，武装士兵对抗宗教朝圣者，圣三一教派。圣三一教派，我拿到什么鬼东西啊？画面哦，
看绵羊。哦哦哦，姐。先知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。哇！先知遭到圣三一所杀害。先知所以不止一个就对了。我的孩子，圣三一教派收到消息。哎呀，不想听。My son， 你还没准备好。这边有没有东西可以跳上去啊？没有。这个游戏我记得我玩过它前代啊，一样也是探索古墓。不过，靠，别吓我一跳。但是我有点忘记之前前一代探索古墓在探索什么鬼了，我忘光光了，不记得了。他们正在把路炸开。他们正在把路炸开。奥利瓜巴，我会，我会。